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两个苹果叉，然后它们的续航区别，就看到一个87%，一个是93%，然后现在都是连接了 WiFi，然后我们打开相机，然后打开视频，然后都要打开闪光灯，然后点4K60，然后都是100%的电量，然后我们来录屏看一下。这个机子可以续航多久？然后测试完的时候，到时候可以在这里看到，然后看到这个视频拍了多长时间。现在的话，两个手机已经录制视频到完全没电了，然后是刚刚充了一下电，我看一下，都是早上8点多了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充满，然后到拍视频用完，然后是能用多长时间？好，这电池健康度87%的，来看一下，它是录制了2小时59分钟，然后就是完全没电关机。来看一下，这是87%的电池健康。好，这个的话是录制了3小时8分钟，然后是完全没电关机。我看一下它的电池健康度。好，电池健康度是93，然后两者之间的话是相差了8分钟，然后大家觉得区别大吗？